友好一些啊，就是两边我们共同参与这个热闹的盛会啊，这连管桥协会宝岛。这些工艺啊，这些灰白陶家具，老一辈的工人为什么雕工可以那么细致？咱北西邀请，予咱台湾上好。
那么咱棒球主将是咱郭台铭先生，那么伊来出席大汉的所在。所以心目中，咱的台基信任马祖国是郭台铭先生心中上大的信仰。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，就是郭台铭本人他出生到长大的地方，就在板桥的慈惠宫。所以咱板桥阿明，咱妈祖金口的阿明，今仔日将这对心目中的信仰，来台基天上信仰妈祖婆，要来顺应祝福，要来祈愿。咱会当顺时而在，顺顺风调，平安国泰。同时，大家对着马祖婆的脚步，会当脚踏四方，风风吉祥。所以，咱所有小等的，咱所有信众代表，会当随时着咱欣赏小鸟马祖婆的脚步，对着马祖婆一步一脚印。加一波，下一秒，站一波，行一模。咱即摆现在由咱众神将，咱社员将军，将请着咱天上圣庙的圣父母，咱的执行公、执行夫人，也就是天上圣庙妈祖婆的老爸老母。现在经过咱棒球注意用情。永定在咱棒球队中，咱用热烈的呼喊声代替鞭炮声来恭迎圣父母圣驾。人家说百善孝为先，今天郭台铭先生以最虔诚的信仰恭迎圣父母圣驾。永驻板桥慈惠宫，不必大家会当心向福星，予咱是厝内底是大人，拢会当百里。咱的圣父母不必，予咱大家拢会当平安佮顺遂。接下来，咱要来恭请，着咱棒球主会中天上圣母开启妈祖，咱的銮驾，小等要来顺应祝福吼。由咱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。郭台铭先生所来呼叫，自细汉马国博，咱郭台铭。